没有25岁以下的举手。我跟你说，你们现在都觉得啊，有时候觉得，哈哈，我就是吃不胖。过了25岁，你们就知道怎么吃都胖。我跟你讲，很恐怖，基础代谢率的下降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灾难。记得经常做有氧运动，让自己的身体保在最佳状态，不然你就会就是呼吸都胖，那真的很恐怖。我现在已经体会到，就是然后胖1公斤之后，你就永远就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所以每天都是很辛苦的一站。不是每个人都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的。我想说今天都没有 Q 到你，好像还是要 Q 一下。那我们下面谢谢闪哥今天找我们来就是做这个演出，对对对，在那边撒野。然后妹妹保护路上小心，走路不要脚扭到。然后大概爸妈觉得这个就有点儿童不宜的场，开始赶快把孩子带走，就会觉得在小孩再继续听下去，那个心智会遭到一点污染，那像初号机的插入酸太深了一样的感觉。这种进化就是四点了哦，那我懂你意思了。谁要唱这个吗？除了失去了以后才能得瑟，所以我停下了。我昨天在邱泽面前这样唱，然后他经纪人笑得好开心哦。所以我停下来。啊，没事。现在这首歌是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，然后讲的是，对，因为我歌大部分都写一些比较是，生活中的一些小别扭，就是，这算是这首歌算是我小情小爱的经典，小情小爱的经典。因为我其实平常不是很喜欢写小情小爱的歌，因为我算是一个比较有大爱的人。无耻！我在那个好热啊！天啊，湿透了。然后有了有了，这件衣服比较不透气，所以你看不太出来。我其实平常比较这什么，然后平常其实比较都是写一些比较生活上面的歌，然后这首歌算是小情小爱的，我自己觉得小情小爱代表作这样子。然后这首歌叫做《我才没有》，哎，收录在专辑里面。然后讲的是傲娇的男女，就是在面对了不敢面对的感情的时候，怎么样用傲娇的态度在面对你喜欢的人。